哎，大家好，哎，我是三伯。啊，今天介绍一下那个 AK50的车子。本身我之前是骑自己400，那后来 AK50出来以后，它的坐高好比一般的自己400还低。那对于我们这个矮小身材来做的话，时程上很好，很不错。那对于这台车子的性能、马力上、它的动力上都很相当的杰出。至于在一些改装品上面呢，然后在一些配色、管制，还有避震上，它的一些配备上，然后在于行程上的稳定性、操控上都很好。那对于这台车，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，去来店里看都可以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